鞋来回走动，不过仔细看，鞋底居然是完整的电脑键盘。制鞋业是台湾的强项之一，许多民众都非常喜欢购买 MIT 的舒适拖鞋。不过就有网友发文分享，买拖鞋时发现一双台湾制造的拖鞋，鞋底印着电脑的键盘图，就连键盘的英文字母按键都一一打上去。键盘是蛮酷的，但不会想买，就键盘了，会觉得很酷。还好，因为平常看不到，平常你可能要这样，人家才看得到。照片 PO 出后，吸引超过万名网友按赞，让网友直呼穿上真的变键盘侠。情报员专用，在等公车的时候就能发送情资，需要时拿起来还能快速打字。还有网友说，终于可以教小强认字。因为我自己本身其实有一点拇指外翻的情况，就如果他是可以改善这方面的话，我觉得我会蛮考虑，主要还是看功能性啊。就如果他真的是有功能性的话，我会考虑一下这样。可能这走过一些泥路啊，或者是水滩，有这个印也挺酷的。我看过有一个是像小狗的爪子，那个更酷。不止这些，网络上甚至还出现一种特殊运动鞋，穿上它走路或跑步，可以帮助植物传播种子，正是都市生物环境。再看看这双酒厂联名的球鞋，让民众踩着啤酒走路。还有网友分享自己的拖鞋鞋底装有开瓶器，一双鞋到底可以有多少种功能，完全取决于大家的创意。三立新闻王成毅、王培华台北采访报道。